卫生活必须你家的产品。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，就是啊，这里有一些魔术的道具什么的，其实可能会练习会用到，就是一些乱七八糟魔术的道具。比如说我刚刚说外国的一个硬币，然后我现在上厕所这个东西，因为我穿的是短袖，我穿的坎肩背心，好，背心，好，现在我跪着给大家变魔术，全体制作人们，请给我投票，炸，然后这里有个硬币，我手上没有东西，然后我把这个硬币拿过来，你会发现它变成两个。我把两个硬币，这个硬币放在这里，没有看清楚，是我没有放过去，但没关系。第三个硬币是在空中，你看，其实三个硬币呢，这是国外的硬币，所以说我是中国人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铜钱会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变出来肯定要把它变回去，所以说第三个硬币是消失在空中了，现在还剩一个，然后两个硬币，我再拿一个硬币过来，再吹一口气，它就又消失了，然后最后一个硬币，请仔细看，全部就消失掉了，谢谢。我们是不停站队，不停站队，这首歌就叫不停站队。三步跳跳呀呀，我这个兵在带我的跳跳呀呀呀呀呀，干什么跳跳？但看看我们的 What's up guys? Yeah 就冠超美了，就乱哦，你的衣服真的好看，真的超美。你套看看，我要穿着看吗？对，套看看，等一下我穿好了。为什么你有这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床上就摆一个这个。你好，我是来自陕西，我试一下还是什么？这个要怎么变成就是小一点？小一点，这里看看。哇，还可以这样子哦！哎，不行哎。嗯哼。可以。能变大。我们 tag 他。农，我爱你，是吧？嗯，好。这是在美国喝的。Yep。Yep。Let's go。我很帅。黑的颜色，黄色也看起来黑啊，挺好看的。我的是薄荷，是不是显特别美？是不是显特别黑？我的是黄色，是不是显特别黑？我的黄色尾部显得我很黑。对呀、啊。好难过，没有冰箱哎，因为你来度假还冰箱。冰箱弄个保姆行不行？为什么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那么大？我们就是这么的幸运啊！没有办法。不公平啊！哇！怎么了？这个裤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个购物小分享。我们这个裤子是斯凯奇的，看到没？这个训练裤。哇！你们鞋子也有吗？鞋子没有鞋子。然后这个衣服也是斯凯奇的。哇，那他有送的啊，但是他是卫衣，好看。哇，他有 MP3。啊，我叫什么啊？播放器 MP3。就赶紧把那个衣服换。应该是有我们练的歌曲。为什么？